这个，还是他讲对不对？他是先拉起来，然后一二。啊，你在走的时候要这样，手要这样，就是要往从前面交叉，然后收起来，对。干什么？我们面在这，对，面对。我的东西掉了，我只用猜的，大概在哪里？喜欢这套服装吗？喜欢。
梦幻哦，蛮好看的啊。这个换你接下来的衣服啊。对啊，这可以啊，可以啊。可以啊。来怎么样？今天怎么样？别问我怎么样，你们觉得怎么样？还不错啊，明天想再看一次。明天没有，明天没有。好啦，这都准备超久了，我准备我练很多次舞啦，就是花了就猪脚是什么的。然后平凡谢谢柔一个心愿，就是愿意这样，你知道？上天又搞这一出有的没的。好啦，那回来后台有两天啦，然后今天算是第一天，然后认识了很多新的朋友，很多都是第一次见面，然后他们第一次看我穿这样，这是我第一次见面的模样。他们对你的第一印象是？对我的第一印象。我应该不会再出现在 Wireboss， 这是我最后一次在这边亮相了。他打比赛中，好，谢谢，谢谢，好，谢谢各位，谢谢。哎，你们怎么没有说按赞订阅粉丝？不要按赞，不要按赞，这是我最后一次骗子，这最后一次骗子，按赞最后一次骗子，没有，不会再更新了。